近日，殷一倩在社交平台晒出儿女运动的日常，还配文称孩子们的运动天赋随了亮哥。视频中，他们在一家蹦床乐园玩耍，女儿孙妮的长腿十分引人注目，不仅纤细修长，而且线条流畅，十分有运动感。而自从蹦床上旋转跳进泡沫堆中，颇有几分田亮当年跳水的模样。网友也纷纷留言感慨运动基因强大。殷一倩参加选秀节目《超级女声》出道，与田亮相识于2005年。2007年，两人结婚，婚后育有一儿一女，一家四口十分幸福。田亮曾和女儿一起参加《爸爸去哪儿》。节目中的森迪外形甜美，个性好动，胆子大，受到大众的喜爱，还在节目中被称为风一样的女子。受家庭影响，森迪运动细胞十分发达，最爱的运动就是打网球。最后范范也祝福田亮一家永远幸福下去。他们说今晚的夜色很好，应该有个人对我来撒娇，我说这样